一声大口咬下的瞬间，肉汁以及香味在口中融成一场美食的飨宴。说到大口大口的畅快吃肉，人们心中的印象好像就只有台式的鸡排。 Daily View 网络温度计就要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印象，那就是日式猪排。面包粉炸的酥脆的外皮，配上香味四溢又 juicy 的猪肉，让人好想来一碗白饭配着吃。说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也饿了呢？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们评比出来最受欢迎的日式猪排店吧。关于日式炸猪排在台湾席卷的魅力，可能是相当的可怕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基本上你要三五步就可以看到任何一种猪排的炸鸡店、炸食店是相当的丰盛。其实密集度真的不输给日本哦。那整个包了面包粉的这个炸猪排的一个趋势，在台湾来讲，不管是里脊肉或腰内肉这两种主要的一个肉品的部分来讲，深获国人的喜爱。基本上来讲，只要跟猪排扯上关系，跟日式扯上关系，基本上这些的名店或是非名店部分来讲的猪排，基本上都能够大卖。Daily View 网络温度计从上万个网站以关键字分析出十大猪排名店生活大数据。像是大家都不陌生的银座杏子及圣博店分别拿下了冠军和亚军。除了前几名的老字号猪排店，后几名也不容小觑。譬如说像伊势路盛腾啊，这个相当于它的日式的一个猪排店，它就强调用墨鱼粉的面包粉的方式来去裹它。口感上面来讲，虽然不见得说见仁见智的情况之外，但是我个人认为在口感跟风味上面来讲，确实多了一般传统炸猪排的面包粉多了一些海鲜的一个提味跟味道。还有一点，大家似乎在整个猪排里面发现一件事情，加入里面不同的 sauce， 我可能加了 cheese 变成蓝带猪排咯，我可能加了芦笋啦，加了火腿啦，加了其他不同的一些蔬菜或是一些根茎类的东西，在 insert 在这个猪排里面一起下去裹粉去炸的时候，当你咬下去那一刹那当中，你不再只是感觉到单单的油腻的感觉之外，可能多了一份清爽，或是甚至在口感上面多了一个不同的层次。喜爱日本美食的台湾，大街小巷里所有猪排店加起来的总数与密集程度，大概也不亚于日本吧。顺便分享一个小知识，在日文当中，猪排洞与胜利发音相同，因此除了美味，更是代表着胜利的滋味。下次想吃猪排时，不妨参考一下这次的排名，选一家喜欢的店去大快朵颐一番吧。